吉林市九台区坚持分级分区分类分策，严格落实封控区管控区解封标准，科学精准有序做好社会面解封的准备工作，全力抓好备春耕生产，保障种子化肥等农资调运和供应，加快打通省外到省内农资店到农户两个通道，保障物资进得来，通行有保障，流通无障碍。